大湖公园抓鲤鱼王，累了来吃煤炭披萨。咪咪可发誓，我真的不是为了抓宝可梦才来大湖公园附近的这家店，而是冲着使用意大利石磨面粉做的披萨和面点而来。立马点了罗马厚片、披萨和意大利面。烤熟了罗马厚片面包，涂上番茄酱汁，铺上满满的 mozzarella cheese， 再入炉烘烤。虽是简单的滋味，但面包发酵得很好，充满麦香。和上层酸香的配料相当平衡，但缺点就是回烤后底部稍嫌干了些。主厨现场摊皮的披萨，特别做出后边慢慢延伸摊开。铺底的酱料是起司酱汁，再铺上 mozzarella cheese 羊乳甘酪，撒上培根、一颗蛋和大量的帕玛森 cheese， 很特殊的撒了胡椒粉，而所谓的煤炭指的就是胡椒粉。满满的 cheese 和培根香，还有那半生熟的蛋黄，超邪恶，软滑可口，饼皮麦香足且 Q。 至于意大利面，则是满满的牛肝菌和 mascarpone cheese， 味道虽然浓厚，但面条稍显软些。这家店披萨真的很不错，但价格稍贵，真是让人有点点不下手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